俗话说冬至大如年，对于羌族人民来说，过冬至吃刨汤是必不可少的。一起去看一看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羌家刨汤宴活动。热腾腾的刨汤陆陆续续端到桌上，羌族人用新鲜的跑山猪肉、清爽可口的萝卜，再加上香糯清甜的玉米熬制的刨汤宴，配上蒜苗血馍馍、尖椒回锅肉，羌家香碗八菜一汤组成的簸箕宴端上了桌。热情好客的老乡们还唱起了酒歌，让游客边吃刨汤边欣赏表演，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。然后能跟我们这个羌族人民、本地羌族人民一起吃他们这个刨汤宴，感觉非常非常有特色。